名菜，家家都有，家家都会吃，在中国只卖2块钱，在外国人眼里是世界名菜。是什么呢？看大屏幕，这有证据啊！榨菜吗？对，价格是多少啊？16.95美元啊！哦，换成人民币是110多块钱，真的，确实可以证实吧？为什么这么火？左右说一说。不，这也许是个假新闻呢。这个。是真事，我有几个那个中国朋友，他们都是去法国，他们就怕他们到那边就是吃的不惯，所以他们带了很多那个假菜，然后这些外国人他们吃了之后发现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太好吃了啊！以后他们就是买了，但是好贵哦，好贵，确实真的很贵啊。中国的榨菜为什么说是这个世界名菜呢？因为这个榨菜和法国的酸黄瓜、腌黄瓜、还有酸甜橄榄，德国的，并称为世界三大腌菜之一。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啊，也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就是我们天天吃的那个榨菜，居然来历这么真是。